咁琴晚黑咧，色師傅咧就話：，誒、六道冇照計咧嚇、啊，就未必鎮壓得到咁樣啦。啊，觀音話大慈大悲噶嘛，咁樣。咁但係都係屬於比較西藏啦，係咪？啲密宗方面嘅資料啦。咁不如我今晚就揾一位一路都研究密宗嘅師傅，回應下呢一單嘢，同埋佢都知呢一個地方嚇嘅少少事件。咁啊，電話旁邊咧就又有啊袁偉雄師傅啊，袁師傅。系你好，你好，你好 Emma。系啦，咁我哋琴晚黑咧，喂，端午节快乐先啊！系大家快乐。O K， 喂，琴晚就讲到话呢一等大厦咧就喺观塘啦，你都知喎喺边度系嘛？即系我都有睇风水嗰啲路经过嘅吓。O K， 咁你有冇留意到有咁样嘅摆设喺里边咧？我好耐之前睇就唔系好觉眼。O K， 吓咁你头先 send 俾我睇，咁我就。我原来摆咗嗰个位置，咁样系啦、就摆咗咁样嘅，我唔知系咪镇咧，系咪真系攞嚟镇压咧？因为平时有好少呢啲大楼咧，摆个神像喺度嘅，照计又系咪咧？嗱，就咁样，如果佢话即系基本上咧，道母你话去镇压啲妖魔鬼怪咧，我话俾你听啊，就一定得嘅。O、okay. K， 你之前你都访问过我徒弟啦，系我徒弟咪俾人。整个光头嘅，我就传咗个道母法俾佢，佢、自己搞掂嘅可以。咁、我睇翻呢个道母咧，就、基本上佢系一个铜像嚟嘅啫。诶、欸，点解咧？你有冇你系现场睇定系净系睇张相？唔系，我睇过睇张相啫。我睇一张相，就系一个铜像嚟嘅。哦，咁如果如果真系谂住去供养或者系攞个道母去做事嘅咧、或者去鎮住，或者係求嘢嘅，咁咧基本上我哋密教咧就好嚴謹嘅、就唔會就咁擺個像喺度嘅。首先一樣嘢咧，就我哋一定有八供，八去供養佢嘅八供，八供養咩意思？八種嘢去供養佢啫。哦 ，OK， 即係佢前邊應該嘢有八樣，有八供嘅。咁、第二就係嗰個像咧，通常呢啲就可能係叫人去整嘅，就唔會係。可能不會是大師傅、請或者大廟請的，因為我看那些 setting 呢他就不是很對的，因為呢他就沒有坐蓮花的，因為道母所有菩薩，譬如好像道母、金剛薩陀、這些全部都是、蓮花部的，所以全部都是 坐蓮花的、這尊是真的沒有啊！呢一尊咧，佢就可能系搵人整嘅，新好新即系新款啲咁，坐楼梯啊，定坐乜噶啦？咁第三咧就我睇佢嗰啲咁做法啲咁啲 setting 咧，就应该就冇入葬嘅，因为所有如果收物嘅圣像，如果系铜啊，或者系咩物质都好啦，我哋系一定系会入葬嘅。入葬即是开光真的供的是吗、真正供的入葬呢是你是啦入葬呢就是譬如 我地或者我地上司大师傅、就摆啲宝物入去嘅、就字呀、经文呀、或者是、譬如好似我因为呢道母呢因为我本身我自己都系有收道母嘅。咁我地道母呢就是譬如起寺院好耐嘅古道母啲上司咁样我摆咗落个坛俾我坛嘅咁样佢係入晒葬嘅全部。ok， 咁你就觉得呢个应该唔係啦，纯粹係一个雕刻品装饰铜像咁囉，即係几靓嘅道母像囉。咁、所以就即係你话要求要佢去咩镇压鬼呀或者镇压呢，就你可能你都未做足。Okay. 可能他冇嗰个能量，你点去镇压啫？嗱，除一个像啫嘛。所以可能嗰度仍然有传闻就系咁解啦。又或者咁讲，呢、這个道母唔系攞嚟去镇压嘅，纯粹系一个雕刻品，纯粹装饰。第二咧，可能呢个道宝咧就求生意嘅。哦，系咪啊？系喎，系喎。因为咧，嗱，我所有譬如我啲即系艺人嘅徒弟啦，系我都女嘅，大多数我叫佢收道母法嘅。哦，系咩？因为咧，佢系求名利系好快嘅，系啊，所以咧就唔知佢个摆起到佢想系点啊嘛？可能佢我嗰个 office 个遭受唔系太靓，系我摆尊做道母喺度，我想好生意嘅，
即你唔知佢個意係出在邊度嘛？即純粹可能係祈求金錢上面嘢，同靈界冇關係嘅。靈界冇關係㗎。咁因為我哋譬如物法咁啦，我哋有四法㗎嘛。釋懷生珠，咁釋災嘅，咁有釋災嘅一套去請個我淨係去釋災嘅啫，去求。我要去人緣嘅，我就去做人緣嘅。我要增益嘅，我可能我呢個會係增益法，我要係要財富嘅。咁我要诛杀嘅，先系用诛杀嗰样嘢嘅，咁样嘛。咁点解净系女嘅 artist 咧，男嘅咧？因为咧嗱，咁样嘅呢、這个法就好得意嘅。男都可以嘅。男女都收得嘅。咁即系我自己都收其中一个法门，都系收道母啦，个法啦。咁但系咧，点解适合咧？就系、是、因为咧，收呢个法嘅女众咧。收得咁上下，如果佢有啲功夫咧，佢个样会变嘅，即系变靓啲，越靓嘅，真系，系啊，同埋有吸引力嘅。咁你访问过我徒弟都已经唔太衰啦，个样系嘛？哦，OK， 即系所以女人就啱啲吓咁样嘅意思。我哋多数咧，譬如佢即系女众嚟想求一啲譬如情缘啊，或者求名利啊，或者求事业啊，咁咧、如果即系起佛法。即最簡單同埋最快速、快速有反應嘅，我哋就會叫佢收道母嘅，就咁咯。明白明白。OK， 嗱，師傅，喂，不如下次有機會同你行下呢個地方，去 feel 下。好啊，好嘛？好啊，即你一去就應該 feel 到究竟嗰度仲有冇噶啦嘛？應該係嘛？我架車去 check 下咪得咯。check 下啦。不過可能而家我哋講咗，啲唔俾我入去，都係嘅。我又唔知啊，真係講咗。好啊，咁睇下有冇再嚇有啲朋友喺呢等大廈裏邊有啲特別嘅回應咁樣啦。好啦，喂，唔該曬師傅先。好，拜拜。好，下次再上嚟倾偈。OK， 拜拜。好，拜拜。所以可能咧，我相信阿师傅所讲后者会比较多啲啦。嗱，因为咧，如果仲有人讲话嗰度吓遇到呢啲嘢嘅说话，咁即系呢个道母未必系呢个用途啦，同埋佢系一等保险嘅大楼。咁啊，最重要系咩 ？sell 啫嘛，吓 sell 单翻嚟啊嘛。咁我哋都讲过啦，其实好多时即系。要行 sales 嘅人咧，或者公司咧，真系要度数噶嘛，好多时啊，咁啊，好啦，我哋咁大公司，梗系唔搞啲偏门嘢啦，唔通真系养鬼仔咩？系咪先？唔会啦，咁不如就可能就整一个神明喺度，可能就对佢哋嘅生意啊有帮助咁样。咁啊，呢间公司大家都知啦吓，可能系咁样啦，都 OK 啊，香港系嘛，都系几大保险之一咁样啦，咁可能啊。有啲幫助都未定喎，原來係有咁嘅用途啫，未必同靈界係扯上關係嘅咁樣啦。OK， 咁啊多謝一啲朋友嘅報料啦。咁我希望即係睇下啲大樓啊，或者佢哋設計當中啊，因為可能好多時都有呢啲咁樣嘅特別嘅嘢啦，唔知係風水啊、鎮鬼啊，定係咩用途嘅？譬如喺香港有一等大家都知啦，即係近住金鐘嘅。咁唔知道應該係第三期啦，咁樣啦，有一個好大嘅唐家就擺咗喺度嘅，咁啊令人感覺唔多舒服嘅。咁但係其實點解一路要擺喺度咧？好可能就係因為嗰等大廈又係成日鬧鬼嘛，所以到今時今日咧仲係放喺度，哇成幅啊咁樣。咁呢個睇下你諗到啲咩啦，係嘛？好啦，咁啊聽下電話先咯，呢位叫阿師。Hello。你好。喂喂喂喂，你好。你好啊，有咩分享啊，師？係啊。冇啊，其实咁样样嘅，其实咧，我喺两个礼拜前咧，咁同我男朋友去咗尖沙咀某一间五星级嘅酒店嗰度玩咗个两日一夜嘅。嘅嘢啦，咁跟住嗰日咧，入去嗰阵时咧，觉得嗰间酒店嗰啲都觉得系 O K 嘅，咁但就有少少系。可能舊啲啦，可能但 OK 嘅嗰度，但咧嗰日翻到去沖涼嘅時候咧，我就浸咗個香薰浴，咁嗰間洗手間咧就好大嘅，咁啊浸，咁我浸完之後，因為好多泡啊，咁跟住我就去咗個企身沖身嗰度咧，我諗住沖曬洗埋頭，係啦，洗埋頭啊嗰樣嘢。突然之間，我洗下頭嘅時候，我就發覺，浸得啪一聲冇咗咩話？咁我嗰個
冇咗灯。哦，熄个灯，啪一声。跟住都唔紧要啦，因为净洗洗紧头，咁你洗到半路咁，唔紧要啦，净系个企身嗰个灯啫。咁我咪继续洗咯。跟住洗下洗下嗰阵时，喂，越洗越冻，越洗越冻，嗰种感觉冻系。你系想热水噶嘛？一定系啦，应该系啊，系啊，但因为嗰个洗手间咧好暖嘅，唔知系咪因为冇乜冷气啊，或者各样嘢，冇个感觉完全系之前冇觉得咁冻咯。突然之间个感觉好似洗洗下嘅时候，总觉得个心理就系突然打咗个冷震，觉得好似隔离哦，企咗啲嘢，有系啦，有啲感觉，好似硬觉得好似有人企咗喺度咁咯。嗰下咪。突然间大声嗌，叫我男朋友，入嚟企喺度睇住我，我洗埋个头先好走。系啦，咁佢就话，感觉唔到，好冻，但我都仲系觉得好冻。嗱嗱声洗完个头就走翻出去咯。但咧又好奇怪嘅，嗰晚。睡觉的时候呢，因为我们都惯了如果出门 去酒店睡，多数都会整晚都会开着个电视机的。但呢那晚呢个电视机呢真的有个电视机又有雪花。雪花喂，这个时间这个电视不会有雪花的这个年代。是最好像那些雪嗰啲咁样样咯，总之瞓瞓下嘅时候，成晚都系咁样样，搞到你成晚都瞓唔到。五星酒店系近边头啊，尖沙咀，我知近边头啊。冇噶啦，睇完噶啦，最精彩的部分咁啊停咗噶啦。系啊，真系唔好意思啊，呢个只系每晚恐怖在线嘅精华片段嚟嘅啫。如果你都想睇晒嘅说话，就非常之咁简单，可以参与我哋啦。月费计划啦，可以上翻系 admanpoint.com。bigbigair.com 咁里边咧参与呢个月费计划，声音咧就系$30，视像嘅$40，如果加埋用 app 咧就系$50。好啦，至于话我唔想参加月费，想俾 cons 睇边集就买边集都系可以嘅。咁啊 download 我哋 bigbigair 嘅手机 app 嘅说话咧，咁你可以适随转变，中意边集咧就买 cons 睇啦。所以希望咧你快啲成为我嘅付费会员，你会睇得最多最恐怖嘅个案嘅。